什么东西？这基本上就是一个规律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个系数这个规律，我们按照规律写这个，哦，就这样，这看过它，看过就好，这次不会搞。来，再来，我们再来要搞的几个很麻烦的东西，再来是第六页啊，对，第六页很麻烦。乘法原理用加法原理来算，来第七哦，用零一二三四五六等六个数字做一个三位数，数字不能重复圈起来，这三位数的数字不能重复，要求下列的个数有几个？第一件事情，这个位数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？写下来，零不可在首位。你等一下过来一下好不好？哦，零不可以在首位。那零不可以在首位，有的时候是用扣的，有的时候用扣比较好算，有的时候就直接讨论比较好算，这是都可以的，可以吗？哦，零不可以在首位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，任意的三位数怎么算？任意的三位数怎么算？第一个哦是。你是不是可以先用正面的去算给你看？零到五哦，零不可以在首位，所以一开始这个有几个选择，是一二三四五，有五个选择，可以吗？假设你用了一个，第二个是不是可以把零加进去？零二三四五，那最后再用一个，假设叫二。最后一个也可以有零、三、四、五，是不是可以再选一个数字？那你知道第一个数字在选的时候是有五个选择，第二个数字虽然用掉一个不能重复，可是零加进去是不是还有五个？用掉一个不可以重复，再有四个，可以吗？哦，不可零。用掉一个，加入零，这里再用掉一个数字，可以吗？这是正面的算法，这是正面的算法，这 OK 吗？好，那第二题，第二种算法是这样，全部扣掉零在首位的，是不是也可以？全部有几种？六乘以五乘以四。全部有六个数字嘛，第一个数字六，第二个数字有五个选择，第三个有四个选择，你扣掉零在首位的一乘以五乘以四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算出来是一样的答案。第二小题为偶数，偶数要怎么看？偶数要怎么看？第一个啊，什么时候不会想用扣？同学，我问你们一件问题啊，像这个数字问题，有的时候是用加的，有的时候用扣的，什么时候你不会想用扣？第一个是当你很好算，第二个是说当你的讨论的项太多了，你讨论的项很多，你还要扣很多，你这时候会算起来很火，你知道吗？心中会很毛躁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如果用扣的。通常代表你讨论的项没有那么多，你才会用扣，因为你要扣很多，你会很火哦。像第二小题，题目说为偶数，偶数的这个问题哦，偶数的这个问题你就怎么样，你就直接算，懂我意思吗？屁股为零。屁股为二，
屁股为四去讨论嘛，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？这 OK 吗？这 OK 吗？屁股为零会不会算？全部有这个全部的数字是零一二三四五六，如果屁股为零，零用掉了，剩下哦零一二三四五，五乘以四这么多个选择，可以吗？二用掉的时候你要小心，首位数不得为零，只有四个选择。你中间这一位加入零，还是有四个选择。屁股为四的时候，一样是四乘以四。如如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可以吗？这可以吗？这个还好。这三个加起来就是偶数的情形。这个，这个有没有人需要考卷？帮我发一下。这个，发成面，这个吗？就第一章跟二之一。好，你说。那个妹妹，你刚叫那个妹妹。哦，好。然后发他两张。啊，剩下的。他们没有发的。哦。然后。可是你下面不是那个，下面完全都不一样。不一样，那就问他们发的在哪里，帮我印一下。印成这个。好，下面联络。你就问这个妹妹。对，这个妹妹，给她两张那个。你们考第一张跟二之一嘛，对不对？你给他写这两张还是？好，啊，其他人呢？其他人的话有东西写就 OK， 没有东西写就帮我再发一些给他。有。有哈，你帮我稍微看一下。好。好嘞，同学，第三小题，为三的倍数。三的倍数怎么这样讲？三的倍数是怎么做的？你要先去。讨论你应该要看的条件。如果你要是三的倍数，第三小题哈，这时候呢，代表三个位数的总和，是不是要是三的倍数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和为三的倍数，那你要想办法加起来的三的倍数，你第一件事情是要先分类，把它分成三类的数字，一类叫3k 加一，还有3k 加二。三的倍数有几？零跟三，零是合数的倍数。三的倍数加一呢，有一跟四。三的倍数加二呢，有二跟几，二跟五。那第一件事情哦，你如果要一个三的倍数，怎么挑？你是要总和为三的倍数。举个例子，120是三的倍数，是。312是不是三的倍数？是。你发现。你在挑的时候，一个是三的倍数，一个是三的倍数多一，一个是三的倍数多二，这样这三个加起来一定是三的倍数。那每一项有几个选择，同学？每一项有几个选择？三的倍数是有两个选择。根据以前的乘法原理，这时候是有两个选择，两个选择，可以吗？同学还没完，这三个数字是可以对调，120是三的倍数，那210是不是三的倍数？是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你要小心，为什么你要小心？因为零可不可以在首位？零不能在首位，所以算完你要扣除零在首位的情形。零在首位的情形代表三的倍数加一跟三的倍数加二是可以选。
而且这两个数字是不是也可以对调？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吗？零在首位是要扣掉，这时候我们就会想用扣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因为第一件事情，这个你如果要讨论这个零在首位，是不是就变得比较单纯，而且只有扣掉这一项，看得懂吗？我再说一次，和为三的倍数，对调两个选择，扣掉零在首位的情形。这个二乘以二乘以二，三个对调几阶？三阶乘，扣掉零在首位，一乘以二乘以二，再乘以几阶乘？二阶乘，这个就是零在首位的情形。好，那第四个是四的倍数哦。四的倍数怎么看？末二位是不是要是四的倍数？那你末二位的讨论是不是太复杂？所以你会用加来用够，你就用直接加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直接加。我帮你们写完，来，末两位是四的倍数，就从零四开始，零四框一二框二零框二四框三二框四零。框四没了啊、哦，五二，就是这样，可以吗？如果你用掉零，请问你这首位是有几个？只有三位数嘛，对不对？你用掉零跟四，一开始是有四个选择。你用掉一跟二的话，你零不能在首位，是只要三个选择。你有用零的，剩下选择比较多。哎，小声一点，不好意思。你有用掉零的，剩下选择比较多；没用掉零的，剩下选择比较少。四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三个，这样七可以吗？再全部加起来就好。好。再来，第七页哈，这个零到六会很麻烦。同学，这个为什么零到六会很麻烦？我看很多吧。这样 OK 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最后这个第七页的话，我大概就讲这个第一小题就好了，跟这个下面的一二三四的总和，还有例八就好了。接下来我就讲下面两个哈。没有拿到吗？刚不是有发一张单张的？好，第七页中间不是有一个问题，要问四位数的总和，这个我们重新出题哦，出成这个零一二三，来，同学来看一下，出成零一二三。下面不是一二三是四位数字，从下一题开始看就好了。用零一二三改一下，做成三位数字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做成三位数字，
可以吗？要问这个三位数的和是多少？看得懂吗？你用零一二三做成三位数字，然后呢，你把所有三位数字加起来，总和是多少？一件事情，这个加要怎么加？你是要找到一个有规律的方法加，那有规律的方法绝对不是横式的加法，因为横式的加法是每项都要进位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举个例子，例如说一二三，二一三，三二一，二三一，一三二，三一二。你要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加？我告诉你，我会个位个位加，十位十位加，百位百位加。我以个位举例来说好了，可以吗？这个个位数字的话，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个三会出现，一会出现，二会出现，可以吗？那三有几个？两个，不要讲两个，要讲二阶一个。为什么是二阶一个？因为三为什么会出现？因为前面是可以对调两次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一为什么会出现？因为一前面是会对调两次。二为什么会出现？因为二前面是不是可以对调两次？可以吗？所以个位数字的和，我会写成二阶乘，乘上一加二加几？三。一出现两次，二出现两次，三是也会出现两次。那同学，十位数字的和是多少？同学，请问你十位数字的一出现几次？两次嘛。二次也出现两次，三也出现两次。为什么一会出现两次？因为二三跟三二是可以对调。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吗？所以说你会发现十位数字就变成二阶。中间这个是十加二十加三十，那百位数字的和是不是再算就好了？以前你们是会把个位数加起来，十位数字加起来，百位数字加起来，最后再加总，就是我们的答案嘛，可以吗？以前国小的直式加法都是这样加的，哦，所以个十百加起来，最后再去算总和就好了。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所以如果你要用零一二三做成三位数，要求这个三位数的总和，是不是也是雷同的？可以吗？来，首先个位数字出现几个？十位跟百位。我举个例子啊，以一为个位的话，请问你们十位、百位有几个？一用掉了，十位是有两个，百位呢用掉以后零可以补进去，是不是有两个？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吗？以一为末位的时候，这里不可以是零吗？这里零是不是可以加进去？所以二乘二总多了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个位数字的和。二乘以二，一加二加三，个位数字有一有二有三，每一个都会出现几次？四次嘛。零需不需要看？零不用看，零加上任何数还是零。看得懂吗？这个代表的是一在个位数字出现四次，一在个位数出现四次，二在个位数出现四次。三在个位数也出现四次，这时候把这一些相加再相乘，就是个位数的总和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十位数的总和。以一为例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出现几次。一出现几次呢？那就是看这个数字是怎么在前后排列。首先，这一位不能用零，
二三有两个选择，用掉一个数字要零再加回去也有两个选择，可以吗？还有一边，同学，这里这个题目是不重复的哦，我刚刚没有写哦，不重复的，提醒你们一下哦，我刚刚是用念。所以这个时候十位数字的总和一样，二乘以二，十有四个，同样的道理，二十是不是有四个？三十是不是有四个？十位数字是不是有四个？可以吗？好，最后百位数字，一在百位，这时候一会出现几次？一会出现几次？三乘以二，因为这个位置就可以放三个，放两个，所以百合，百位数字和就是多少？三乘以二，一百出现六次，两百出现六次，三百也出现六次。最后，我们再把个位数字和十位数字和百位数字和再怎么样加起来就好，可以吗？所以这时候再加就好了。这是几啊？六是二十四，这加起来叫做二四零。六十嘛，乘以四，两百四，三千六，所以这个总和就变成了二十四加两百四十，再加上三千六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全部加起来就是我们的答案。分成个位数、十位数跟百位数加，那几分？那几分？我六。四点四六。我时间抓的，就是抓的很准。好，再立八了。这个。第八说，用零一二三四做五位数，而且这五位数的数字都不相同，一小到大的顺序去排列，五位数一小到大的顺序排列。那要请问你们，第一个，第三十个数字是多少？哦，然后第二个是说，这个二三四一零为几个？第三个，比这个两万三。大的数字有几个？好，那这个问题其实也蛮简单的。啊，这个问题讲完，我再稍微讲一点点东西就好了。好，拜拜。五位数字都不相同。来，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啊，这五位数都不相同。用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的时候，最小的是什么东西？最小的一零二三四，这边排列是所谓的小到大，其实是会经过所有的排列，比它大一点是叫一零二四三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那比它再大一点呢？是不是开始？一零三二四，一零三四二，每一个排列是不是会占这个位置的一个顺序？一直排到最大的叫做什么？四三二一零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数字，可以吗？好。那请问你，第三十个数字是多少？来，首先。像这个第三十个数字是一个一个数就好，
这一种都是一个一个数哈、哦。看第一个哦，10234一在首位，这时候后面有几个数字？来，一在首位，后面有几个数字？是不是有四个数字？四个数字排是多少？四个数字排是多少？是四阶乘，所以这里只有四阶乘这么多，到了几个？这已经24个。数完24个，从第二位开始，再往下再数几个就好了，再数6个就好了。二开头最小的是20134，再大一点20143，再大一点20314。20341 20413 20431，所以再往下数数，四阶是24个，再往下数6个，24加6就正好30个，所以这个数字就是20431，可以吗？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吗？你就一个一个往下数就好，好不好？只数的时候当然也有方法，你用阶乘就可以数快一点，因为我们知道一开头的是不是这四个数字都会轮一遍，可以吗？我轮着数一遍嘛，这样 OK 老师。好，那第二小题，23410是第几个嘞？那首先我们先从一开始数，数到23410就好，对不对？只数可以数得比较快，懂我意思吗？来，你是从一开始数，一开始数，这里叫做四阶乘，再来二开始数的时候，二从底开始数，20开始数，不要数那么快，20这里就有三个数字，21这里就有三个数字，哎，好像就快到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二再是就是23，可以吗？哦，来，三个数字叫三阶，23014。哎，快到了就放慢一点啊！23014再来多少？23041，23140，哦，104。23140。再来234多少？01，23410，是不是就数到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欸、同学，像这种数数的问题，就是一次数一次数，数一些数一些数一些，最后靠近的时候记得要放慢，要不然不小心就超过了。这个还蛮简单，就这样来。所以有几个？这里有24个。这里有6个，这里有6个，11111，这边是有6个，可以吗？所以24加几18，这是第52位，可以吗？啊，666，42对不起，24加6再加6，为什么没有？没有22啊？哦，对。哦，这个什么是？数字都不相同嘛，哦，就这样哈、哦，所以总共有，第24加18等于42个，第42个，可以吗？一样，第三小题就开始再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比23000大。23014是比它大，可以吗？这边有几个？三阶。24这边是三阶，你就数到底就好，一个一个正面去数就好。只是数不是一个一个数字列出来、哦、我们知道对调是不是就会占一个位置，一个数字就占一个位置，比大小的时候，可以吗？
所以你看二三零一四这一种是不是有三阶梗，这里对照是不是有三阶梗，再来换二四，二四是不是有三阶梗，再来三开头，二四完就是三开头了嘛，对不对？三开头就有四阶梗，那四开头呢是不是有四阶梗，所以比二三零零零大是有这么多个，所以是三阶加四阶，三阶三阶四阶四阶六十个。好，六十个，差不多。好，就讲到这里了。当然还有一些基础的经典问题啊，可是我想你们老师好像简化了蛮多的哈。这个 OK 吗？嗯 ，OK。就往下数就是数而已。嗯。这题刚刚没有听到，然后再帮你稍微讲一下。嗯，应该是可以吧。可以哈。好，就这样了。二零，随便换就坐上一个位置。第三阶左右啊，没有。好，讲完了哈，那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？这个拜托问一下，拜托问一下。Thank you.